现在我宣布，本届炼药师大会正式开始。 这么着急啊！再给我一份。 太快了，是我们慢。炫，怎么样了？至少七级纯度。你们看着，我这次非整个八级不可。萧炎，他不用炉子还能练？ 斗气深不可测，他是靠斗气下文的。这是魂族的手法。哎，喂，你自己结束就好，你还捣什么乱？再给我一份。 成了，成了。说好的八级纯度呢？我这是保存实力。我们都结束了。 还没开始呢，我快了。你们看那个魂族的少年，他的斗气可以控制到这种程度，真的有点吓人。绝对八级啊！八级，八级可不够。变了，哎，变了。
少爷你可以。把萧炎的给我。萧炎呢？在这里。初选赛第一名，迦南学院萧炎。纯度十级，博士，您再闻闻这个。第二名，魂族范灵，纯度九级。第三名，迦南学院萧薰儿，韩贤，纯度七级。一开始就这么拼啊啊！第一次见人练出十级，还是萧炎哥哥厉害。对面那位老兄，他只要多加温一会儿，估计也是十级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第一轮比赛已经正式结束，迦南学院萧炎同学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。选手范灵紧随其后，哈哈哈！另外还有六名选手已经成功提炼出六级以上纯度，成功出现，恭喜他们！来，喝。老板，再来一盘烤羊腿。好嘞。哎，差不多得了。你们看着吧，时间还没到呢，哪怕还剩一刻，那范灵一命呜呼了，我也不结账。你就慢慢等着吧，咱们就算在这儿吃到明天早上，那范灵啊，估计还是好好的。只要等到亥时一过，我就把那范灵弄死。喂喂喂，我怎么叫你们这群朋友啊？吃大户也不能这么吃啊！你们可是要穿炼药师黑袍的人，能不能有点出息啊？今天这个范灵啊。我真是越想越不明白了，哎，一个魂族还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，哼！魂殿和魂族是两回事情，好不好？你们历史课上都在睡觉吗？魂族呢，和我们五大家族一样，是一个部族；魂殿呢，是魂灭生纠集部分魂族结成的邪恶组织，所以我们恨的应该是魂殿，而不是魂族。